lost your splendor. Dark moon, what is the cause your light withdraws? Is it because I've lost my love? Mortals have dreamed of love's perfect schemes, but they don't realize that love will sometimes bring a dark moon. Away up high up in the sky, oh tell me why, oh tell me why you've lost your splendor. A dark moon. Away up high up in the sky, oh tell me why you've lost your splendor. Dark moon, what is the cause your light withdraws? Is it because I've lost my love?我们在前几集中呢，已经开始看到，当代艺术的复杂性、复杂关系。比如，当代艺术中存在着不同意识的人，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当代艺术的复杂表现形式，当代艺术与城市的关系。当代艺术与商业成功的关系等等。不过虽然这种关系可以被大家所感知，也就是感觉到是有关系的，但在现实中呢，我们还是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并不理解当代艺术，大多数人实际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当代艺术。所以这一集呢要讨论的问题实际很有意思那就是骂街。我们可以看到或许还能学到骂街的艺术以及艺术的骂街。坦率地说，要论艺术的骂街，英国人比较在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恐怕就嫌粗鲁了。在英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大师之一就是特纳奖的公布，这是泰特美术馆举办的很有点商业味道的活动，但也算是当代艺术的盛事一般只有50岁以下的艺术家才有资格获奖，直到2017年左右才取消了这项规定。这个特纳奖集中于当代艺术主要是装置艺术、声像艺术、微观艺术、概念艺术和摄影艺术。传统的题材例如中规中矩的绘画艺术被挤出了这个大奖的门外特纳奖每年跟电视台合作因为年年出格的艺术作品号称是艺术界的奥斯卡奖，但还是招致了不少英国人的痛骂。最有名的是2002年英国文化部长豪威尔在泰特画廊展厅外的一个布告栏上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大骂展出的作品都是冰冷的、机械的、纯概念化的臭狗屎。他说这些作品都是垃圾他们毫无意义故作高深其实都是非常浅薄的单调的东西。
英国王子查尔斯啊，在听到自己的文化部长啊大骂艺术展之后啊，兴高采烈啊，特地写信给这位文化部长说，很高兴听到你关于可怕的特纳奖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常识啊，他已经污染了艺术机构啊这么久的时间。更加痛心疾首的呢是美学教授们啊，他们为自己教出的学生啊不务正业而痛苦万状。这个展览上的艺术家啊基里克啊提供给观众的啊是一个彩色的房顶啊，模仿阳光啊透过彩色玻璃的效果。以前曾经教过他的一位艺术老师评论说，这个世界如果需要基里克的艺术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太悲哀了啊。有人说看到这些作品啊就如同星期二下午去参观养老院啊，心情坏透了。中国也有一位这个学院的院长说啊，要干掉塞尚和杜尚。他在演讲中啊指着幻灯片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价值1500万到2000万美元，这就是极简主义大师罗伯特·雷曼的作品。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啊，当代艺术作品的良莠不齐也确实啊提供了挨骂的材料啊，一些出格的作品啊，如著名的坏女孩啊，崔西·埃敏的《我的床》啊，就是一张铺着肮脏的滚锅的床单啊，堆满了空酒瓶啊、拖鞋和穿过的内裤。20世纪末呀，很多人还记得啊，遭到严重的抗议的那个被锯开的母牛啊和牛犊啊，那太恶心了。还有泡在甲醛里的鲨鱼。更出格的呢是好像是1998年啊得奖的是黑人艺术家克里斯·奥菲里。他的作品啊是用大象屎啊画成的黑色圣母玛利亚。1999年呢他的这个作品啊随着英国现代艺术画展啊前往纽约展览。当时的纽约市长啊朱利安尼啊就是因为奥菲里的大象屎圣母像啊有亵渎神灵之嫌啊，下令对展览进行查禁。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是著名歌星啊麦当娜在2001年啊参加颁奖仪式之后说的那句话。他当时说的是，即便是一个在政治正确高于诚实的时代，我也想说，这太荒谬了。罗杰·斯克拉顿啊 ，Scruton 是一位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和政治哲学作家，得过英国皇家的勋衔啊，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是斯克拉顿爵士了。他属于新右派啊，在伦敦大学当过教授。他对当代艺术啊，简直是痛心疾首。他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啊，我们有了一种啊新的艺术啊，他否定美，把丑放在他的位置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啊亵渎的艺术啊，他看起来不是在亵渎美丽，而是在亵渎人类。这位斯克拉顿爵士啊，像机关枪一样扫射当代艺术的几乎全部领域啊。他提到了如达米安·赫斯特啊，特别是概念艺术家杰克啊，还有诺斯查普曼啊，这两兄弟的作品呢特别令人厌恶啊。他批评这个当代建筑和建筑师啊，这些被批判的对象呢是丹尼尔·里伯斯金啊，还有弗兰克·盖里啊，理查德·罗杰斯啊，诺曼·福斯特
扎哈·哈利德啊、彼得·艾斯曼和这个雷姆·库哈斯啊，几乎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啊，都被一网打尽了，因为这些新建筑啊，是一些灵感艺术家的作品啊，不是为人而建的啊，他们是雕刻出来的空间啊，为了自己的表达需要，在他看来啊，这样的当代建筑艺术是蔬菜、车辆、吹风机、洗衣机或后院的垃圾啊，所有这一切啊，被设计成了一种废弃物。一次性建筑，涉及大量能源密集型材料，它们将在20年内啊被拆除掉。罗杰·斯科尔顿认为啊，现在的当代艺术啊，就像广告一样啊，艺术品是在打造品牌啊，即使他们除了自己以外啊，没有其他产品可以出售。他攻击那些推广当代艺术的机构，已经摆脱了啊，将美与手工艺啊放在首位的艺术传统。其实当代艺术啊是一个很难进行断代的艺术领域。一般认为啊，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啊就算是当代艺术。不过很多现在属于经典的艺术形式啊，过去都是当代艺术啊，因而也都被啊人家大骂过啊。比如说毕加索，他的作品即便是在成熟期啊，也是因为不被理解而经常被人大骂的。在毕加索50岁的时候举办的那个回顾展啊前后，作为学术大师的卡尔·荣格啊，就写过一篇震惊世界的文章，大骂毕加索。这位卡尔·荣格可不是普通人啊，他是世界分析心理学的奠基人，著名的学术大师啊，专门研究精神病的。他宣称毕加索是个神经病，因为跌进地狱、跌进潜意识里啊，跟上面的世界道别，经常是毕加索的主题。荣格还写道，按正式的说法，严格说起来，他们身上的主要特征呢，就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让他们把自己变成割裂的线条，也就是超越了图案的心理分裂。这是丑陋、病态、怪诞、不可理喻、偏执。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想要掩盖什么。在国外啊，有人专门制作了一个痛骂当代艺术啊种种不轨行为的视频啊，发布在 YouTube 上面。Modern art or conceptual art isn't art at all. 据说播放量有118万人次。接着中国友人把它翻译过来放到了网上中国网民播放了424万人次。中国人呢特别有意思喜欢调戏喜欢调戏别人更期待被人调戏。后来有人发现这位小哥专门喜欢做这个耸人听闻的玩意儿，实际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在美国的一个著名的阴谋论的网站工作了15年之久。在中国人口众多语言发育的也就特别完善。有一年呢，上海搞了一个上海西岸艺术节的大展，动静很大手笔也很大千里迢迢从蓬皮杜这个法国巴黎的著名的艺术中心蓬皮杜搬来的展品有一幅是时间的形态有许多呢小伙伴们就兴冲冲的去打卡，然后又一脑门子问号的回来了我到底是看了个啥真的不知道。有人说那心理活动跟
那个地铁老头看手机的表情包差不多。啊，有网络红人呢，还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小文说，啊，看不懂的艺术就是大便。他把人呢分成两类，一种是上流社会的人啊，能看得懂啊当代艺术；还有一种人呢是老百姓，啊，只能看电影。有人自称是学美术的学生，啊，三年前开始学的时候就看不懂所谓现代艺术，到现在学了一年半的美术史，他说呀，我敢拍胸脯说，啊，这就是他妈的是坨狗屎。学美术的学生都这样，啊，我对此是有疑问的，啊，但毕竟有人是这么说，还有更多普通人对当代艺术的议论，我想这样的说法是很常见的，都是骗人的东西，一堆碎玻璃，几根木棍放在一起，叫做艺术，这个世界真的是堕落了，这就是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在不懂艺术的大帽子之下，又有谁敢随便说什么，等等。类似这些，都是中国人，面对当代艺术常见的反应。当然常见的也有拿别人的标准当自己标准的。比如说今天的西方，几乎所有的艺术博物馆，都有着现代艺术品的陈列室。这个大部分洋人上博物馆，都是奔着现代艺术去的。没有多少人还看传统的艺术了，虽然分不清楚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他们的言下之意，洋人已经有定论的事儿，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英国当代艺术家特克，这个 Gavin Turk， 推出一件名为垃圾的作品，实际就是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这个作品的艺术市值估计超过了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大约50万元。于是立刻就有人说，我有一大卷像这样的垃圾袋，我他妈的真是发财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的作品是很棒的，他有一件作品叫做天书，这是一套装置，由上百册古书和墙壁上放大的书页构成的。有人在参观完了以后有一段对话，你看懂了吗？没。可以看懂的话怎么叫天书呢？其实徐斌的作品是相对好懂的，用徐斌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要用好几年时间认真的做一件不表达任何意义的事情，幕后的功夫很大很深，台前却很简单。这一点呢，其实当代艺术很像信息分析的工作，不过没人明白，徐冰的凤凰是很棒的作品，而且很容易有那种沉重的联想，在当代艺术面前，中国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中国的环境就比较特殊，敏感的地方非常多，到处都是不可触及的领域，这种有形无形的限制，对于当代艺术几乎就是灾难性的，我想在中国当代艺术一点都不当代，可能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我还记得当年呢，北京有人做了个简单粗放的裸体的行为艺术，结果大家就立即爆炸了，警察都来了，社会舆论呢和这个新闻报道讨论得很热烈，但最后主要结论就是搞艺术的人都不正常。另外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中国除了艺术类的专门大学，几乎没什么高水平的艺术教育，
还停留在画的像不像啊的阶段。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这个语文啊文学课是怎么教的。离开了艺术的文化啊，那还是文化吗？我想这种情况下大家看不懂当代艺术啊也是正常的啊，毕竟缺课的地方太多了。中国有一位策展人朱琦啊，他说目前年轻艺术家的问题啊是过于保守和知识狭隘。大部分人呢热衷于是画画啊，没有多少人去勇于尝试啊计算机影像和网络科技艺术。他讲的应该是现实啊，毕竟看得多了啊才能明白。不过有的人呢即便是看得再多也是不明白的。我记得英国剑桥大学的世界级的文化大师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anner 就评论过当代艺术啊，顺便说一句啊，这个 Stanner 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文化学者啊，他是一个绝妙的文化学者啊，但他非常不喜欢当代艺术。他甚至相信人类的文明啊发展到17世纪就停止了。他在评论自己的写的这个《创造的语法》啊这本书的时候说，那些在泰特美术馆的地板上啊放一些尿液便自认为创造出伟大艺术的人，我会平静地说，你们是群可怜的白痴啊，除此我无话可说。桑塔格应该说是一个当代艺术的圈内人啊，但是桑塔格对当代艺术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啊，当代艺术有的地方很过分啊，热衷于啊批驳过去的高级文化啊，聚焦于碎屑、垃圾、奇形怪状的东西，实际不排除任何东西和材料，煞费苦心的讨好粗鄙。对庸俗情有独钟，善于把前卫抱负与商业主义的奖赏啊调和起来啊，或许对当代艺术啊最好的形容啊，就像桑塔格说的那样啊，充满垃圾的盛宴啊。骂街的人还有很多啊，很难听的话非常多。我们不能指望当代艺术啊一切都好，没有垃圾。没有肮脏，没有乱七八糟，没有糊涂乱抹。我们不能将当代艺术神圣化。实际上没有哪种艺术形式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传统绘画更是做不到。任何一个艺术时代啊都有平庸。我们只是期待啊巴别塔的上面有一点深刻的平庸。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我们需要当代艺术，即便它有时扯淡的厉害啊，虚构的厉害。来自俄罗斯啊，但横跨东西方啊，有一个什么都会的传奇学者叫纳博科夫啊，他写过英语小说《洛丽塔》，他说过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能讲述真相的只有虚构。我们的世界有的时候其实最急需的就是虚构，而不是所谓的现在的真实。所以我的看法是，对当代艺术，咒骂归咒骂，但一定要允许社会大众啊进行长周期的思考和消化，同时也要提供啊大众思考的条件。而在这方面啊，当代艺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争议。好了，我们下集《当代艺术是个什么鬼》再见。